手大家好，但呢個個個啲聲都幾好，即係聽得好清楚。呢度難唔難揾啊？唔難嘅，即係我嘅智力低於正常水平，我呢度有少困難，即係要佢哋帶我，我先至嚟到。咁啊，好開心啦，就係、是、可以喺一個星期四嘅下晝都有咁多朋友喺外邊入嚟，咁啊，大家可以喺度傾下偈。我之前即係我出家之前咧，就係即係專業攝影師啊，所以我要用嘅器材就係專業嘅攝影器材啦，即係嗰啲又重又大，但係就唔想我自己攞嘅，因為有啲助手咁幫我。咁出咗家之後咧，因為啲冇用。冇再有助手跟住我啦，咁我要自己攞啦，所以我為咗自己方便起見啊，所以我就係出街之後我都係用一部傻瓜機，咁啊去到啲總之見到有啲感覺嘅嘢我就影低，所以出街之後嘅所有攝影作品都係用部傻瓜機影嘅，咁我最主要想帶出一樣嘢就係攝影其實器材係最重要嘅。即係其實最重要係個相機自己唔會影相，所以重點係撳相機嗰個人所以呢一樣嘢先至係重要。咁跟住咧，我又覺得如果我做一個攝影展覽，就算啲相係靚到好緊要都好啦，咁大家睇完之後淨係會覺得好靚啊，咁靚見面咧就會唔鏡重要。咁於是咧，我就用咗個方法。即係所有嘅攝影師展覽都係同樣嘅方法，就喺張相上面我會擺一句説話。咁嗰句説話咧，通常都係我自己嘅親身經歷，即係我嘅經驗學啦。嗰句説話未必係我原創嘅，有陣時我係聽翻嚟，但我聽到翻嚟之後，我都會自己去試下做過，我覺得係喎，真係喎，係我自己嘅經驗係得嘅喎，咁我先至會。咁所以咧，喺嗰個人哋嚟睇展覽嘅時候，就會可能記咗佢嗰張相，但係佢會記得嗰句説話。咁嗱喺嗰邊大家見到其實呢張相就係嗰邊嘅，即係呢度嘅同事幫我影低咗喺度。咁你見張相咧，其實個旁邊係有白邊嘅。咁點解要有白邊咧？因為有啲相係橫，有啲相係直。咁我又想統一個尺寸美見啊，即係呢個其實係懶嘅咁解嘅，即係我唔使去襯邊啲係橫邊啲係直，即係總之係全部都係正方咁簡單。咁曾經有人問過我，個旁邊有啲白位，佢話點解你唔將啲字擺喺個白位嗰度？咁因為會影響張相啦，咁我就話我係特登要影響張相。因為咧，如果我嗰啲字係擺喺個白位度，你睇你可能唔睇啲字，但如果擺喺張相度咧，你焗住睇，因為好難啊！我淨係睇心唔睇嗰啲字，我其實係有困難。咁因為我個重點其實係啲字，就唔係啲相，啲相係引大家嚟嘅。今次咧就呢個講座嘅形式有啲特別嘅，就係話我個主題，我講座。其實唔係嗰十二張相，唔係呢度嗰十二張相，其實仲有二十張仲有二十張是富堂嗰邊，但係個重點唔係嗰啲相，我重點係啲同學嘅回憶。咁咧，我就想從啲留咗言嘅同學，即係有一個分享咁樣。咁點解會叫做失物認領咧？就源於喺暑假，好似係暑假尾嘅時候，我嗰次嚟參觀中文大學，即係其實係同時喺同嗰邊藝術行政辦公室嗰度有一啲合作嘅。咁咧就佢話呢度個圖書館特別嘅喎，帶入去參觀下。有幾多人係第一次嚟？第一間去參觀下，因為平時係唔俾入嚟嘅。咁趁自己去參觀。有光入嚟，嗰度唔係光，嗰度係日光，因為嗰度係有
個水池嘅。啲嗰個光係透過個水池入嚟，所以呢度係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咁佢帶我嚟參觀嘅時候咧，就話：啊，呢度咧，我哋有陣時擺啲展覽咧，嗰啲同學係可以回嘅。咁冇展覽嘅時候，啲同學又會喺度寫下嘢，互相喺度溝通。我話：咦，幾好玩喎！佢話：咁不如你哋嚟玩下啦。咁所以咧就直接。Thank you.
好去咁遠先，因為如果咁樣揀法咧，佢翻唔到去呢個展覽裏邊嘅。好，咁變咗咧，我哋而家不如就直接入去講上啦。第一張，大部分嘅煩惱都係不必要，係因為我哋諗得太多。嗱，其實咧，真係啊，我哋用腦去諗嘢咧，係唔係喺當下？我哋諗緊嘅嘢都係過去未來。咁變咗咧，其實有好多嘢都係煩惱嘅來源嚟嘅，因為諗得太多。咁大家都聽廣東話都聽得到，即係話，唉，你諗多咗啦，諗多咗就係因為你去講。咁其實一講就多咗嘅。咁所以咧，我最近呢一年咧，我帶禅修或者係幫一啲人去解決困難嘅時候，又或者係幫一啲人去學習嘅時候，我都提議大家係用心唔用腦。嗱呢一個咧，其實你當你去練習有一個心機去睇腦嘅，你會感覺到，即係正如我話俾大家聽。攝影的最高技術就是忘記了的技術，忘記了技術，可能有些人就會立刻有麻即現在立刻覺得自己是忘記技術的證據。你的忘記技術是因為你都沒什麼技術，所以很容易忘記。即係幫咗人去曬啦，冇乜技術，所以根本就想唔忘記都冇得記咁。咁但係我講嗰種咧，係你已經熟到根本諗都唔使諗，整好自然咁樣做出嚟。咁其實呢一種就係心無念腦，其實唔止影相喎，乜都得嘅喎。即係做好多樣嘢啦，當你好熟嗰樣嘢，你根本唔需要再用腦去諗。你只由心出發就做到出嚟，而且係做得特別好啲。咁所以呢一個就係呢一個意思，即係其實好多時我哋唔需要諗得太多，我哋只要知道呢一樣嘢需要做嘅，我哋知道個方向係咁樣，我哋就去做，就唔使諗得太多。咁你又即係因為今次我都想喺呢度飲埋啦，唔使講攝影啦，即係我哋都係想分享多啲。
要跟住我哋好認真咁樣去玩攝影，所以到而家咧係因為49年，即係到今年1986，已經1968年，即係我出嚟又係50年。咁喺呢49年裏邊，我係冇防潮材，我一個防潮材都冇。點解咧？因為我覺得防潮櫃係相機器材嘅家用。有好多人買咗相機器材，買咗防潮櫃，佢就珍而重之擺咗佢喺裏邊，跟住就好少攞出嚟用。因為防潮櫃開得多生得多啦，佢又會佢都會濕噶嘛。咁變咗咧，其實係冇必要嘅。我自己嘅防潮方法就係成日攞嚟用。只要你成日攞嚟用咧，佢係唔會潮嘅。佢會潮係因為你收埋，你焗住佢，有啲濕氣喺裏邊，其實係咁嘅啫。咁所以我自己最佳嘅防潮方式就係用，咁啊唔需要防潮櫃。所以任何時候你只要想起上，就可以攞去影噶。咁呢度咧就有啲同學嘅回應，咁啊好多謝呢度嘅圖書館管理員啦，佢就話唔該，就幫我搜集咗嗰啲回應，然後話俾我聽。咁啊第一個就話想得太多，可知我失縮在被窩。想得太多，心裏知覺，我不願做錯，係好似歌詞。咁於是咧，雖然我對電腦就唔好熟悉，咁我都識得即係話 Google 一下，原來真係歌詞喎，但我未聽過呢個。但係咧，我個回應咧就話一樣係嗱，你唱完呢句之後咧，有冇人識唱呢個歌？好 ，OK， 我都唔識。咁但係你可以唱完呢幾句之後，你跟住再唱下一句咧，就係我填詞嘅，就是、不想太多，不想太多，便不需失縮在被窩。不想太多，清楚的知覺，便不會做錯。咁樣就回應咗佢啦。咁可以唱嘅方式嘅本來，因為我唔識唱。咁另外第二個咧就話，面對傷痛或者唔想記得嘅事，應該點樣面對咧？其實佢已經講咗個答案出嚟啦。咁就係你要去面對。嗱，面對嘅意思咧，即係話唔好逃避，唔好因為嗰樣係傷痛或者唔想記得，於是我就唔去諗，我盡量避開。嗱，咁樣你係唔會解決嘅，即係個傷痛會永遠存在。咁我哋能夠應付嘅方法咧，就係首先我要面對，然後跟住處理，接受，跟住嚟接受。因為如果你面對而唔接受咧，即係去撐，即係同佢對抗，同嗰件事對抗，同你嘅傷痛對抗。任何一個問題，你一同佢對抗，你係加強咗佢干擾你嘅力量。所以如果我哋係面對同埋接受之後咧，你就可以處理，然後處理完你就比較容易放下。嗱，呢個咧係我嘅師公，即係法鼓山嘅創辦人聖賢法師講嘅，係四他，佢叫做就係遇到任何事情，你要面對它、接受它、處理它同埋放下它，咁咧就可以。就可以答到呢個問題。跟住，我們必須幻想西西弗斯不講痛苦，有冇人明佢講乜？我有，但係我唔明嘅，即係邊位啊咁樣。咁於是又係圖書館嘅形象就提供咗一啲貼士俾我。咁呢個西西弗斯咧就係、是。他是希臘神話裏面一個人物，咁佢係不斷因為唔知宙斯懲罰佢做錯咗啲嘢咁，就懲罰佢啦。佢嗰一生係不斷地要將嚿好大嘅石頭咧拱上個山頂，但喺拱上山頂嘅期間，因為嗰個路好斜，咁拱拱下可能又跌翻落嚟。就算佢拱到上頂咧，雙手又跌翻落嚟。咁佢於是佢又要再落翻沙度繼續拱。咁呢一樣
都是人菩薩，係有埋地聽講都是人菩薩，個個都喺度話。咁都是人菩薩係千處祈求千處應，即係大家都知道都是人菩薩係千手千眼，即係點解佢千手千眼？唔係真係話都是人菩薩話有一千隻手啊，唔係咁嘅意思嘅，呢個係一個代表性嘅講法，即係話咧佢係。任何一個地方有人求佢幫手咧，佢都會去幫你。所以佢就要有一千隻手，有一千隻眼周圍睇到邊度有人要啊，同埋佢嘅能識救苦，亦都係話聽到睇到邊度有人需要佢幫手，佢就會去幫手。咁所以佢要有好多手、好多眼，佢先至可以兼顧到咁多人。但係佢可唔可以幫得曬嗰個人咧？大家覺得佢？幫唔幫得曬？咁另外一個就係地藏菩薩，有冇人未聽過地藏菩薩呢個名？個個都聽過，地藏菩薩嘅原力係好強嘅，都話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道盡方證菩提。個意思即係話，佢係要落地獄嗰度度眾生。要個地獄空曬、冇曬、冇地獄完全冇眾生，咁佢先至肯成佛。咁大家覺得佢可唔可以成佛？究竟地獄會空嘅成佛神？大家都冇信心。但係其實地獄菩薩都知道地獄係會空嘅。但點解佢都會咁樣發願咧？點解佢都會？不斷地去度地獄的眾生，因為地獄的眾生好多時你度咗上嚟，佢兩下又做啲衰嘢，咁又落翻去，咁亦都係等於觀世音菩薩，亦都係一樣，不斷去幫，不斷去幫，但係係幫唔完嘅。咁但係我自己感覺咧，就係呢兩個菩薩咧，其實係最自在。點解咧？係因為佢哋做嘅嘢冇敵賴，係咪當同冇曬壓力嘅？總之做就得啦，嗱冇敵賴，冇話幾時趕緊要做完嘅。總之每一日就係不斷地做，不斷地做，咁就 OK。所以西西弗斯，如果你有呢種諗法，咪唔痛苦咯？還掂我次次拱上去都跌翻落嚟啊！咁冇所謂嘅喎，但係一定要做。咁我不如就開開心心咁做啦。所以呢度亦都反映到咧，就係話有而家又要做多嘅調查，有邊位係做緊你而家好享受做嘅工作嘅請教曬。有邊位係未揾到你自己好享受、好中意做嘅工作嘅？請舉手。咁唔舉手嗰啲係唔想工作嘅。好享受嘅。嗱，我好多時咧會同一啲年輕人分享咧，就係話唔好因為嗰份工容易揾工做，或者係容易。揾錢多而去做嗰份工，係要你中意做嗰份工先至去做。咁所以咧，盡量揾一份自己中意做嘅工咧，其實好重要。因為當你好中意做嗰份工嘅時候咧，你會做得特別俾人哋好，因為你享受個過程啊。所以享受過程係好重要。但係如果你萬一仲未有機會揾到你自己最中意嘅工，因為你可能你自己都唔知自己中意做咩工。咁不如咧就改變個觀念，就係話佢中意你而家做緊嗰份工，嗱咁樣咧係爭好遠嘅，你係會開心好多，因為翻工嘅時間係好長。我最記得就係我兩個女考大學嘅時候，即係中學畢業準備要考大學，佢有問過我建議讀咩科。咁我就同佢哋講，千祈唔好諗，唔好聽一啲人講話，呢科容易揾工作啊，呢科而家好熱門啊，因為幾年之後到你畢業嘅時候，好熱門嘅都可能變咗冷門。咁另外咧就係話，亦都唔好聽人講話邊一科揾得錢多。
輸給我期間已經很感受。咁我最記得就係我大女當時係佢讀 double degree， 咁啊同時選修 marketing 同埋 psychology， 即係我市場學同埋商業學。咁當時咧，佢同我講嘅時候，有一個男人喺旁邊就話：，哇，心理學要睇好幾多書喎。佢咁樣講，即係話係苦事嚟喎。但我大女話：，但我都書好多睇嘅喎。同樣一件事要睇好多書，喺我朋友係覺得好事，喺我女覺得係惡事，所以冇一個絕對嘅標準係話個個都應該要咁樣做，因為咁樣做係實啱嘅，係唔會嘅。即係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自己嘅諗法，有每一個人都有唔同嘅喜好啊，唔同嘅需求，所以唔會有一本通書睇到嘅。我覺得是視乎自己的情況，但你怎樣才知道自己究竟需要什麼？其實這個是需要我們有一個自我的覺察能力，你的覺察能力越強，你越知道自己究竟想怎樣。其實你知道煩惱會解決煩惱，講完了。我們佛教有一句說話叫煩惱即菩提，菩提的意思就是覺悟，如果老了的煩惱你不會覺悟。所以為什麼有些人說富貴樂道難，就是因為當他 很富貴，他根本完全不覺得 有什麼問題，他不會 去想解決問題的方法的。所以呢，有很多人是求神拜佛，就是這些中國傳統的家人的家長求神拜佛，好有我啲仔女咧，就平平安安、平平穩穩啊，穩穩陣陣、健健康康，覺得無風無浪咁樣。其實你咁樣，你係詛咒緊你嘅仔女，令到佢哋呢一生係白過。如果咁樣平平穩穩，即係、無風無浪嘅一生，你會學到啲乜嘢？乜嘢都學唔到。所以你應該即係。去求神拜佛的時候咧，就希望咧佢又跌低又仆低又受傷，因為都好，但係你得翻身。嗱，呢個先至係重點。咁嘅話，佢嘅成長就完全同曬。我成日都講嘅就係話，每一個困難同逆境咧，都係我哋學習同進步嘅機會。咁呢一個經驗咧，其實我已經有咗十幾廿年，即係呢一種經驗。我真係親身體驗到呢種經驗，所以咧，而家我係每一次有困難同逆境面前出現嘅時候，我係會笑，唔係苦笑喎，係真係笑喎，真係覺得又有機會學嘅。其實呢個我想，因為有呢個心態咧，我心裏邊嘅正能量係多啲。嗱，你遇到一個困難出現嘅時候，如果你話唉慘啊，又嚟啦，咁係個負能量即刻好強。你嘅心裏邊負能量強嘅話咧，你做好多嘢都好難做。但係如果你心裏邊嘅正能量強咧，有好多嘢都會好理智地去分析、去解決。嗱，所以呢個就係個正能量，其實係非常之重要。煩惱來有去性啊，就係人生快的由他，慢的也由他。咁其實咧，呢個就係都啱嘅，即係其實我哋要重視個過程，而唔好去執著個結果。同頭先話生生不息，同觀世音菩薩、同地藏菩薩一樣，重視過程。如果我哋可以做任何事，都係我哋好投入個過程，我哋唔去執著個結果咧，其實往往唔會太差。但係如果你話我以目標為本，我一定要做到為止，咁呢一種咧，你會好辛苦。啊，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咁啊，放開就可以活得自在。咁係咪個個都識講啊？有啲時候佢講有啲效嘅，做。有啲人話
啊，做就冇難為嘅咁啊，其實真係一樣嘅。但係點樣可以適當又去做咧？就係、話你要提升你自己嘅覺察能力，即係英文叫 self awareness。即係如果你嘅 self awareness 強嘅話，其實有好多嘢都好容易嘅，即係你會知道應該要點樣做，同埋喺邊個時候去做邊一樣嘢。咁當然要做到其中一個選擇，就係話慢下來才看得清前路該怎麼走。因為好多人就係係咁衝，係咁搏命往前衝，即係覺得我唔可以浪費時間，我一定要為我目標而努力。但係都搏命衝嘅話，好多時會撞板，好多時會跌低。咁嘅話咧，我嘅意思唔係話一慢。但是你起碼覺察咗先，覺察咗之後，你快都可以覺察嘅話，就絕對冇問題。不過問題就係話，你首先當你未曾覺察之前，你慢少少係易睇啲嘅，即係等於我哋大家都識㗎啦。如果嗰個地下啱啱拖完地，我唔知邊個地下會嘅，拖完地會比較跣，咁啊會放個牌度就係小心地滑咁。咁你一爬上去嘅時候有少少跣，你會唔會仲急步跑咧？係咧，唔會啦，你就會行慢少少，行翻自己。咁即係話有啲情況，我哋係需要慢一慢去睇清楚啲先至行嘅話，你就慢一慢。嗱，呢個係適當嘅時候做適當嘅事，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咁跟住講相喎，咁呢張咧就都算係 selfie 嚟嘅，即係自拍像。但而家通常嘅自拍像就係攞個手機咁啦，有啲學咗點樣揸個手機，即係之前我覺得好難搞啊嘛。咁而家學咗原來咧就係用個食指同個尾指咁樣夾住個手機，然後咧咁樣夾住，咁喺個框度睇到自己，咁然後咧就用個手指公去撳嗰個人。咁呢個都係我女教我嘅，因為佢哋就好習慣咁樣去自拍，所以佢就因為佢有一次俾我嘅手機，我話你試下，我根本連個手機睇邊度我都唔知，我淨係睇住自己個樣。咁影出嚟之後，我就唔係望鏡頭，然後跟住喺旁邊一點嗰度先係鏡頭。咁所以又學多咗呢樣嘢。咁但係自拍像唔係淨係一樣。咁我自己用相機嘅時候，我都好多時會有啲自拍嘅情況，因為我影相，我好少會話一大班人去。我因為我自己帶住個相機，隨時佢哋一上影就影。咁所以咧，有啲時候我見到啲反光嘅問題玻璃啊、鏡啊，即係反光嘅嘢啊，都可以甚至係自己嘅影，其實係冇限制嘅。因為慢慢來比較快係好難嘅，咁即係點啫？嗱，其實咧，其實我自己去理解咧，就係話唔好樂而變，即係唔好覺得一係快一係慢，即係咩叫快咩叫慢咧？其實係睇嗰個對比嘅，即係譬如話我跑得好快。咁但係，如果我同一個奧運冠軍嚟比，你咪慢咯。咁但係，如果你話咁我同個奧運冠軍，我係跑得好慢。咁但係，如果同一個隻腳有問題嘅人去跑，咁你咪會快。咁所以咩叫快，咩叫慢？其實呢個冇一個準則。咁亦都係引申到咧，就咩叫靚，咩叫醜咧？咩叫好，咩叫壞？其實都冇一個標準答案，全部都係以唔同嘅人喺唔同嘅情況有一個唔同嘅諗法。嗱，譬如話呢邊有一個projector， 咁我講呢個細 projector 係喺右邊嘅，你哋同唔同意？呢個細個部分喺你哋左邊，咁我話右邊，你話左邊，
邊個啱？兩個都啱喎。而喺我嘅角度，你係唔啱嘅；喺你嘅角度，我係唔啱嘅。所以兩個都唔啱，又兩個都啱。嗱，咁就審死官員。嗱，當而家我哋咁樣舉例嘅時候，大家都好清楚係可以喺一個唔同嘅角度去知道點解嘅。但係而家社會上好大部分嘅爭拗，就係、是、當我覺得自己啱，而對方係一定錯。就冇得傾啦，我會死撐，我一定係撐，你一定錯啦。總之我啱嘅話，你係一定錯。咁大家唔肯協調，唔肯溝通，於是個爭拗係永遠都唔會解決，係一個雙輸嘅局面。啊，咁所以呢一個咧係好可惜。所以希望大家今晚翻去同你隔離嗰個有啲咩爭拗嘅時候。不如我哋一齊嚟去面向嗰啲咁嘅大家嘅前面啊！又或者我喺你嗰個角度度諗下，點解你會覺得我錯咧？我喺呢個角度去諗嘅啱係喎。如果我喺呢個角度，我都覺得原來我頭先講嘅嘢係啱啦。但係事實我喺翻我自己嘅角度係啱咯，咁同大家傾。所以呢一樣嘢係非常之重要。有好多先為主
個都係一個成見，我一定啱，你一定錯，呢個都係先入為主嘅成見。又或者係而家有好多我嘅同輩嘅朋友，如果啲後生仔真係不知所謂啊，有失在福中不知福啊，即係咁，我成日都會糾正佢。如果你係好似而家啲後生仔咁樣成長，你都係一樣，因為佢冇經歷過嗰啲好苦嘅日子啊。你成日反同佢講話其實我哋嗰陣時係咁咁咁，佢理解唔到。咁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機會，即係等佢去體驗一下，佢先至會。但係你又唔捨得俾佢體驗，係對佢由細到大就對佢好好。即係好似而家有好多人覺得個屋企個仔或者個女變咗個宅男或者宅女，就係匿喺屋企就永遠淨係上網，就唔肯行出去。咁然後就覺得好大問題，但佢唔記得咗。當初因為佢有自己嘅方便，就俾個電腦俾個手機個細路，咁佢覺得好安全啊！佢搞我又做啊，好乖啊！咁然後佢大個咗之後，你就話佢呢樣，呢樣嘢係你教佢講噶嘛？啊，咁所以咧，即係有好多嘢係過後先知咧，就好弊。咁如果佢嘅覺察能力強咧，大家又覺得我好壓聲。即係唔猛講國策能力，因為我會繼續拉低落去，因為最終會話俾大家聽點樣可以提升國策能力，而首先要令到大家覺得國策能力係重要嘅事，因為你先叫我肯去，好啦，我有即管試下，好，咁啊另外咧呢張相啊，有冇人估到呢張相係咩嚟㗎？喺邊度影嘅？其實喺條馬路度，即係嗰啲柏油路，但係咧就有一個位凹咗落去嘅，凹咗落去，咁落完雨之後，咁咪積咗啲水，咁而嗰啲水個水面係彩色嘅喎，反覆。嗱，一般水嘅水面係唔會有嗰浸彩色嘅，就係因為佢係一條車經過嘅路，所以嗰啲車漏嗰啲油咧。就令到嗰個水面係變咗彩色。但本來嗰條路好污糟嘅，尤其是仲有啲汽車漏油添，所以更加污糟。但原來咧，就係因為佢咁污糟，佢先至會有呢個彩色嘅出現。咁即係話咧，原來喺個大景裏面，我會睇到佢裏面嘅好處。如果呢度我講污糟，呢度好乾淨，嗰啲水好清啊，你就唔會有啲浸彩色嘅反光。所以呢個亦都係所謂先入為主啊，即係話呢度污糟嘅冇嘢啦，哇！仲啱落完雨，又天陰陰，有咩影咧？咁但係我就係經過就睇到個單水，我就覺得唔係，我又覺得好特別，因為喺一個。好暗嘅情況之下，你有啲反光。咁嗰陣時，佢反咗旁邊啲樹喎，一個黑色嗰啲嘢都係旁邊啲樹，所以我自己覺得好靚。即係當然你企喺嗰個環境嘅時候，你未必會覺得好靚。但係原來喺一個大家都覺得你已經係好好嘅環境裏邊，你都可以揾到呢樣嘢。所以即係話喺任何困難裏邊咧，你都可以揾到機會。突破自己限制，提醒自己眼前未必係真的。咁其實有好多嘢都係我哋眼見都未必係絕對係真的。因為我曾經試過啦，喺澳洲揸車，我揸車我見到前面幾架車咧，有一個 van 仔咧係攞得啄住人嚟，即係前面有架私家車，有個 van 仔係咁篤住佢嚟。即係好似我以前揸車發脾氣，即係猛整人哋唔打燈巡嚟咁樣篤佢屁股咁。咁前面我係咁篤住佢喎，總之嗰架私家車行得快咧，佢追到好快，跟住去到紅綠燈前面一停嘅時候，哇！佢急到直情係幾乎撞埋去咁。咁我就覺得，而且佢係追咗成兩條街，都係咁樣。咁我覺得哇，點解咁大仇口啊？是什麼人來的呢？後來去到一個紅綠燈，他預備轉右，
佢哋兩架車都原地轉向，所以佢哋停咗右邊個紅燈。咁我係直去，所以我就嚟左邊經過。我左邊經過嘅時候，我就望一望係咩人嚟咧？點解要追幾條街咁大手口咧？即係仲係多得好見過。跟住我呢樣，咁我呢就係做司機嚟，日頭嚟嘅。原來係自然架私家車係拖住後面咁樣走。嗱，如果我冇爬頭嘅時候，我係咪喺個印象裏面，我係見到一件真人真事，係有一嚿僆仔不斷地篤屁股篤住自然架車？呢件係真事喎，我親眼見過。但係如果我冇機會咁樣喺旁邊睇到佢，真相係拖車，咁我係相信咗係有件咁嘅真事，所以真係好多嘢都你係唔可以話咩叫做真係一定係咁樣。咁我喺度分享多件事啦，又係幾有趣，就係、是、我出街之前啊，咁有一個記者上嚟我個辦公室，就煞有介事。佢喺個手機裏面攞咗一張記憶卡出嚟俾我睇，因為佢係狗仔隊嘅，佢跟蹤一個明星，跟蹤咗佢成日，然後佢個麻佢哋影到鬼，喺個明星嗰架車裏面影到只鬼。我俾我睇，佢點解要攞張記憶卡出嚟咧？因為嗰張記憶卡我係會睇到前一張相片係幾點鐘影，後一張相幾點鐘影。
同人講啊，即係話你如果將呢個嘅，因為咧，即係對錢好多啊嘛，即係越貴嗰個。我話如果你擺上你個 Facebook 咧，好多人 like 佢。我話但係 like 嘅人會唔會跟住去做咧？呢個就真係真係難啲。咁所以即係話有班人都係話識講係唔識做，係因為佢嘅自我覺察能力唔夠。我依家講自我覺察能力都仲未夠，即係再講落去先啦。好，咁啊，放下本來所有嘅執著，揾翻重新探索世界嘅熱情。呢個我哋叫翻翻個初發心，即係 beginner's mind。啊，呢個喺佛法上面成日都會用得到。咁另外就係 don't judge but to perceive。咁啊，即係我用中文嚟講就唔好去分別計較，只要覺察就得。修行就係修自己嘅不行。如果你覺得自己非常行，咁就唔使修咯。咁又話覺得自己好掂啊，完全乜好掂啊，完全乜嘢問題都冇。如果冇人舉手，即係個個都應該要修行。咁點樣收呢？就係提高自己個產值。好，咁啊呢張相啊，呢張相其實咧話呢度嘅唔加咗啲嘢，即係大家如果有興趣咧，可以睇下即係嗰張相。其實係一個結咗冰嘅荷花池，呢個喺法國湖村嗰度嘅，即係當時係東海東灣區，所以係好凍，係結咗冰。咁我影嘅時候，因為佢已經結咗冰啦，咁嗰個咁啱我影到嗰個水面其實係硬噶嘛。咁但係唔反光嘅時候就黑，即係所有反光嘅嘢都係唔反到光就黑，反到光就白咁樣。咁但係嗰啲蓮塘全部有啲冰喺上邊，咁所以就白白地就透咗出嚟。每日都係新做嘅嘢，咁大家都喺唔需要好高嘅科學知識都知道，我哋人體嘅細胞不斷生滅佢，啊，所以話每日都係新做嘅嘢，呢個係絕對正常嘅，即係就算喺一個物理上、生物學、物理學，即係全部都係啱。咁啊，活著就係修行，係咪個個人活著就係修行咧？又未必嘅。咁我要記翻起咧，係禪宗有一個叫大珠禅師，咁佢本身佢嘅晚年咧，佢已經係一個喺中國當時係非常出名嘅禪師，咁有好多人去跟佢學嘢。咁有一次咧，就有一個禪僧就見到佢，就話：大師，請問你而家仲有冇修行㗎？因為佢諗就佢已經咁勁，佢已經唔曬修啦。咁佢就即管問下，咁大師禪師就話有㗎，佢就好開心啊！聽到即係，咁啊，請問你修行係？咁佢諗下，佢咁掂，佢而家用緊嘅修行方法，我學到嘅話，我咪好似佢咁掂咯。咁所以佢同你曬嘅嘢嚟聽，請問點修行啊？咁大師禪師就話：我肚餓嘅時候會食飯，我攰嘅時候會瞓覺。哇！呢個人聽到即係係唔得啦，咁大師禪師話唔係喎，因為而家啲人食嘢嘅時候咧，就千般計較，瞓覺嘅時候萬種思量，所以咧唔係容易瞓得著。食嘢嘅時候就好計較，呢個咧即係鹹咗少少啊，唔夠上一餐咁好食啊，即係你會有好多呢啲咁嘅諗法，咁所以即係話係咪活著就係修行咧？就係未必就係咁解，因為唔係真係每一個時時刻刻你覺察到自己係做緊乜嘅，要回顧到不如做好當下嘅自己，就係修正念啊！我哋點樣知道自己乜嘢得行咧？好簡單嘅，提升自我覺察能力，通過覺知啊，即係覺察。最中意呢張今年蓮塘灰落下化為烏雲，明年有更美嘅荷花開出，有更飽滿嘅蓮子結出，大概就係修行
一個呢個係生命嘅自然轉化嚟，即係話個個荷花個你，如果你睇到個荷花時，總之佢就係一年四季不斷咁樣轉化，即係開花跟住枯萎，跟住又開花又枯萎，即係冇話咩更美嘅荷花咁飽和嘅年紙嘅，即係其實。當時係咁，就係完美啦。所以你哋每一個人都係完美啦。啊，唔好諗住話啊，我唔夠好，啊，我一定要更好。其實唔係，你本身就好好嘅，只不過係可能有少少嘢妨礙，可能係因為你嘅覺察力唔夠。啊，咁所以只要提升咗覺察力咧，你就會知道自己本來就係幾好嘅。修行就係將自己修到行，但係唔好太行，因為太行咧，你修得太行咧係會好緊張，係唔得放鬆，咁係好辛苦。啊，修行就係將自己嘅得行修到恢恢復其於遊刃啲去如地，咁呢個我都即係對於唔係旁聽解牛，即係我好似中學好初中嘅讀過，即係我。都四五十年前的事，咁啊，好想都記得下。咁其實個意思即係順其自然嘅，即係話嗰把都可以喺嗰個之間可以游刃有餘，其實佢揾到個空位。咁點樣可以做到咧？就係、是、呢個男的佢個覺察能力好高，所以佢揾到入去點樣轉彎，點樣去佢就會做得好好嘅。何夫何不動萬里隨心，悟道修行是無需待緊針。呢個好似係佢自己原作嚟，因為我上網查唔到，我就想睇下係邊個即係引用咗邊個呢個字，哇！師兄大發喎，突然間咁啊寫出嚟。不過個問題就係話識講不如識做，但點樣先至可以識講得嚟又識做咧？就要提升自我覺察能力啦，唔能夠改變事情嘅發生，可以改變睇事情嘅態度。嗱，其實有好多現實嘅事情咧，我哋好難改變，因為有啲嘢根本係改變唔到。譬如就係講呢個展覽，嗱呢相咧，我自己個人去睇咧，就暗有啲，即係如果有支射燈射住咧。其實就會睇得靚好多嘅今日，咁但係我從呢度圖書館溝通過之後咧，就話因為呢度係24小時開放，咁亦都係要節能，咁所以咧就唔可以太光啦。咁我亦都覺得係嘅，喺一個圖書館大家喺度温習，即係喺柔和嘅氣氛之下就好啦，就唔需要因為呢樣嘢嘅存在。而搞到有咩特別誇張嘅做法，咁所以咧我哋接受咗呢樣嘢，咁於是咧我就覺得其實人嘅眼係有強嘅適應能力嘅，即係當呢度暗一啲嘅時候，我哋嘅眼會自然開大咗個光圈，咁你自然就會適應，咁所以我嘅觀點，我係一個攝影師，我去睇我覺得少少暗，但係如果一般人去睇嘅時候，可能冇呢個感覺。嗱，呢個我就改變咗睇呢件事嘅態度，就我就一啲煩惱都冇。啊，咁所以其實係，嗱講翻張相咧，呢一個係我而家喺香港間寺院個地下嚟，個地下即係爛地嚟嘅，即係本來佢就鋪咗啲石屎咁樣，咁但係因為內冇話再成日搞咧，咁變咗又都破破爛爛。但係啱啱有塊落葉啦，我自己影嘅相咧，我全部都冇擺布，我係變咗係咁，我就影嘅，即係唔會話啊，不如將張葉打橫擺下，打直擺下，打斜擺下，試多幾多個款啦咁。因為我曾經試過，我真係試過，試完之後我發覺我都係用翻第一張，因為一張擺布過咧就肯定自然。可能呢個修理作用，咁所以我以後都唔再試。總之我當時見到係點，我就咁呢度咧就係我食完飯喺個
行行下咁樣，行到呢度你見到係依一忽係爛咗嘅，所以即係話嗰度係有一個大嘅一寸厚度嘅鏡，即係話如果我唔係睇住個路咧，可能一傾嗰度我就會撲到撞街上。咁所以咧，當時係一望望住，誒呢度呢度有一個，跟住我哋見到一塊樹，我就覺得咦，成個構圖好靚喎！於是就攞個相機影低。其實即係話，不論任何地方都有值得欣賞嘅，不過睇下你有冇你有冇去睇嘅啫。我哋對事情嘅態度比事情本身更重要。係嘛？唔可以改變天而離開嘅事實，無法倒流時光，只有憂鬱症傷害更少嘅人。大家知唔知佢講乜嘢？我都唔知道。不過圖書館嘅人幫我揾咗，咁啊原來呢個天而離咧叫喬任良，我都未聽過。咁我以為啲喬任良呢啲名咁古典，係咪一啲即係上幾個年代嘅人咧？因為佢係一個男性，咁我以為係即係張玉柔之前嗰啲年代啦。原來係而家係最近發生嘅事，就係佢憂鬱症自殺，係一個廿幾歲嘅男性。咁但係因為我完全即係大一個男性，咁其實咧就係話係憂鬱症。咁其實憂鬱症咧係因為負能量太高，即係俾負能量佔據咗個身，咁變咗就會憂鬱。咁點解我哋會俾負能量佔據咗咁緊要而都唔知咧？就是、因為我哋嘅自我覺察能力唔夠，無意中吸收咗太多嘅負能量。咁所以咧，當我哋自我覺察能力夠嘅時候，你應該係感覺到我第一個信息係覺得自己有負面情緒生氣咧，你就冇再睇落去。因為而家網絡嘅最大件事咧，就係我睇一個信息，呢個係負面嘅。我睇完之後，旁邊出多十幾個叫你繼續睇落去，係類似嘅嘢。咁往往有好多人就不自覺地，本來睇一個信息，就吸收咗可能5% 嘅負面能量，但跟住旁邊又多十幾個，因為咧我就有幾十個%嘅負面能量吸收咗。咁所以呢個係而家經常用手機係更加需要注意嘅情況。但係要飛咧，咁呢個就非常負面啦，即係佢咁講，即係話點試都係唔得嘅。其實真正嘅失敗係喺放棄繼續做落去嘅時候。我哋生大家都聽過嘅，我哋生係發明燈泡嘅。咁我就聽講過話，有個講法就話，愛迪生咧係曾經試過失敗過1000次，即係佢喺做成功個燈泡之前。咁於是咧就有啲人就同佢講啦，話你都失敗過1000次，你再做落去都係失敗嘅啫。但愛迪生就話唔係，我冇失敗過千次，我係成功地揾到1000個做唔到嘅方法。所以我跟住做咧，我會越嚟越容易成功。其實件事係冇分別嘅喎，件事，但係佢改變咗佢個態度，而家佢用正能量。咁所以大家以後遇到一啲嘢，我都係唔得噶啦。你即刻要覺察，就係、是、咦，其實唔係喎，我可以改變個睇法嘅喎。我哋唔可以決定咩人應該嚟，咩人應該走，但係可以決定咩時候應該珍惜，咩時候應該放手。係啦，呢個就係你夠覺察就可以做得到。改變看待成敗嘅態度就唔算失敗，失敗都係成就嘅一種。盡力做好，但係唔好勉強自己，全部都係講得好好嘅。但做到咧就更好啦。唔係引發變化嘅英雄，但係要以接受自己，跟隨眾人起步，世界就
接受自己呢个很重要，即系面对自己、接受自己，然后有咩问题咧，好好地去处理。咁其实呢个系重要，唔可以改变烂居嘅发生，可以改变烂居嘅啊呢个系啱啱考完试嘅问题，或者系对于自己嘅考试唔系好有信心。咁其实咧，因为其实讲因果嘅。即係如果你想改變爛居嘅發生咧，你又早少少努力咯。啊，即係喺個過程裏邊努力咯。即係我最記得我讀書嘅時候，如果嗰個老師係我覺得佢好嘅咧，我上堂聽書咧，根本唔使點樣關書嘅。但好多時間我哋上堂，個老師有老師講我哋啊，我哋混入嗰陣冇手機啦。但我哋可以自己寫劇本、編導演、做齊咯。咁結果你上堂聽書，你事後要去温習，其實好辛苦。啊，就係因為我對嗰科冇興趣啊。但我有興趣嗰啲科，我真係唔使讀。啊，個成績都 OK， 又唔會好好，因為我啲唔係讀書材料嘅。好，咁啊。If you change the way you look at things, the things you look at change. 我咪即係將呢句變成經驗啦。咁啊，因為我人家講過，以前覺得呢句説話好悲觀，好似以為今天現在睇咗呢個留言之後，察覺咗另一種思路，或者一切在乎自己改變係為何種態度。如果想到係正面，就可以推動自己讓世界更美好。嗱，呢個就係之前係負能量，跟住佢一轉變就變正能量。啊，所以呢個係好好嘅一個例子。用心聆聽，有陣時比給予意見更加有幫助。咁呢一個咧，係我成日都感覺到嘅，就係、是、我哋好多時去幫人咧，係往往不斷發表自己嘅意見。不斷去講一啲自己覺得令到對方會幫到對方嘅嘢，但其實對方係 expect 呢啲嘢，其實係啲嘅。我喺做我喺2007年做第一本生死論相關嘅書嘅時候，好奇怪，因為我當時先至知道，原來有好多喪親嘅人，佢最怕聽到係話節哀順變呢四個字，因為佢話你又唔係我。點節哀講啊？咁你不如唔好講好啩。咁所以呢個對我個感受都好深。咁跟住咧，後來我就聽到一個故事，就話有一個有一個神父，佢讀神學嘅時候，佢成績好優異，佢表現都好出色。咁佢嘅心態亦都好高，即係覺得哇！我咁叻。咁我哋就應該咧，就係去啲好出名嘅大教堂裏邊做主教。咁然後咧，我就會做得非常之好噶啦。點知佢畢咗業之後，被派到一條小鄉村，成條村都係得幾廿人嘅啫。咁嗰度有個教堂仔，咁佢又調氣好唔順。咁但係呢個係教廷派，咁佢冇辦法。咁於是佢就唯有話。咁始終佢都係一個好嘅人嘅，佢只不過心頭高嘅。咁派到佢嗰度，佢仍然係照樣即係每個禮拜主持嚟實啊，講下聖經啊。咁佢都係照樣做。咁但係當然都個心裏邊都係有少少屈屈不得志。咁結果咧，有一晚，村裏邊嘅農夫咧就走嚟揾佢，佢話。我太太好似就快唔得啦，你嚟睇下佢啦。於是神父就去到佢屋企，咁結果就幫佢祈禱啊。咁結果太太就安詳咁走咗。咁走咗之後，咁個農夫就同佢出咗個廳。咁個神父就話：我依家應該要講啲咩道理去安慰下佢咧？但當時佢覺得自己腦袋一片空白，乜都諗唔到。咁於是咧就佢就坐咗喺度。咁啊，農夫又坐咗，
咁佢就一路喺度諗啊，啊仲有啲咩道理講得咧？我聖經背啲句出嚟係啱呢個場合，佢完全諗唔到。於是佢就覺得其實我唔係真咁叻啫，我冇自己想象中咁叻。原來家庭派我哋呢度就係因為我唔係真係咁叻。咁但係佢又當時覺得，如果我依家走，有啲唔係幾好。於是咧，佢就一路坐喺度。咁啊，農夫亦都坐喺，結果一天光，咁啊，農夫就企起身，神父啊，我好多謝你今晚嘅陪伴。如果冇你喺度，我今晚唔知應該點樣過。但係你一路喺度陪住我咧，已經對我係一個好大嘅收穫。佢嗰陣時先知道，即係話你用腦去諗幾多幾勁嘅理論，全部都係嘥嘅。原來你用心去陪住對方，其實已經係 O K 啊。咁所以咧，即係呢個，我覺得係一個非常之好嘅意見嚟嘅，即係我覺得值得我哋去參考。但係往往我哋好多時就係一有咧，你就一人前咁樣，就要將自己識得嘅嘢去同你講俾人聽。制止自己嘛，啊！一兩句上叫病從口入，禍從口出，即其實就係咁解。Listen, sometimes it is even more helpful than giving advice。唔係，即係你好同意我講，用心聆聽更聽不見。咁即係話佢冇用心咯，啊？用心聆聽點會聽唔到？轉處逢生。我都唔知你講乜，點解處處逢生？表現係人類慾望嘅來源，唔係一定嘅。有人覺得聆聽一方俾説話，一方弱勢，你有咩睇法？我嘅睇法啱啱相反，就係聆聽一方係俾説話嘅一方強勢。點解咧？因為你猛咁講嘢，你其實你裏邊有幾多料咧？你係暴露曬出嚟，但唔講嘢，我淨係聽，你唔知我有幾多料。嗱，我試過咧，喺我交往嘅朋友之中，曾經有一個女嘅娛樂圈一個女演員啊，唔好講明星啦，佢條件非常之好，但係好寒假。因為佢覺得佢接受咗社會嘅觀念，佢覺得一個女性係一定要結婚生仔，但係佢自己咧就一遇到啲理想嘅對象咧，佢就會好急於表現自己，即係我係好好噶，我係點咧？咁但係咧，我就同佢講，咁佢有好多年失敗嘅感情，咁甚至有一啲好條件嘅。結到結都，即係佢覺得話呢個好好，但係結果都發展唔到。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如果你一生人之中只係講你，只係講十分之一嘅説話，你會好受歡迎。因為佢不斷咁樣去表現自己嘅時候，佢就將自己嘅點表現曬出嚟。咁而大部分即係話有一個。即係值得佢欣賞嘅男性，其實都唔想個樣唔停口咁樣講嘢。咁但係佢係控制唔到，所以依個係有啲可惜。咁即係話，因為當你不斷講嘢嘅時候，你個心係慢慢向外，因為你要表達自己，但係你其實你聽唔到自己心裏邊嘅嘢。咁如果你需要同自己溝通嘅時候，你係要少講一啲。尤其是用心聆聽啦，你係會聽到好多叫做潛台詞，即係話，嗱，我咁樣做 O 唔 OK 啊？咁如果對方話 OK， 咁即係我都 OK。如果佢話 OK 㗎，咁我做啦喎，咁你咪撞板咯。如果佢話，咁尤其是有
有啲情況，即係可能大家都有經歷過。佢好似好同我心話：冇嘢啊嘛，冇嘢咧。咁啊，即係有嘢啦。但係如果用嗰個好嘢不咁啊，繼續睇電視啊，睇波啊，咁你咪大件事咯。啊，咁所以有好多嘢係我哋用心啲聽，會聽到佢其實內心佢想表達嘅嘢。有陣時佢講好，未必講出嚟，但係原來佢內心表達係唔同嘅。都有朋友有人說話就是要嘅聆聽啊，就係咁簡單。好多時候你就係會諗多咗。其實有時唔可以相互理解，都係一種難能可貴嘅幸福。一旦你理解咗對方，你真正睇到對方嘅心，你會痛苦，因為你只能接受，無法改變婚姻。所以我就想，如果冇能力去做到去解決，最初究竟點解會問去插手呢？啊，其實都講嚟逃避嘅，即係我佢避免面對，就係覺得唔能夠，所以會咁啦。咁我會勸佢真係要去練習一下個覺察能力嘅。好多時候只係自作多情，做一場感動，哭自己嘅夢夢醒咗，想向主要求將現實同夢想對聯。其實夢醒咗之後咧，就應該好好地生活嘅。如果仲喺度諗住話將現實同夢想對聯，真係未醒。但係佢覺唔確定到自己未醒，呢個又係重點。放而不講，忘而不急，就係活在當下。好多時我哋都聽到老闆話：，呢單嘢唔使講，不過要放。其實呢句好有時機，就係適當嘅時候要適當嘅事。就係我快得嚟，我仍然覺察，我唔會講。呢個先係重點。咁影呢張相咧，去拉斯維加斯。在美國和加拿大的邊境，坐安藏和紐約的邊境，那個叫做尼加拉瓜瀑布，尼亞加拉。但是我由細到大都聽尼加拉瓜，但其實是譯錯了，是吧？做 B， 然後再一分鐘係做 C 都得嘅。
只要你係清清楚楚自己知道，我呢個時候做緊乜，我就係我努力就係呢一樣嘢，跟住就轉，一轉就將前面嘅放低，然後可能我做完之後，我又再翻去咧，我又再闢翻，即係其實係用另一種方法，但係呢個係講嘅嘢啫，係唔容易，但係當你嘅個心能力強，我就係做得到。事情要慢慢地做，咁原來佢真係寫作，咁可能咧佢係寫作咗啦。而平靜嘅課訊可能慢傳説，我內心嘅急又可以從外表透露，唔知佢覺唔覺察到自己寫嘅嘢係令人好難明白，但我覺察到，所以冇得解。一切都在變，好不是嗎？一切都在變，但冇或者冇，因為當我哋認為乜嘢都係變緊好嘅時候咧，你就有煩惱嘅。因為所謂好同好係一個比較，如果不斷比較，一定要咁好咁好嘅話，好到幾時啊？即係其實，所以呢個就係我哋唔可以成日都話咩好嘅咩好，總之一切都係變係啱嘅，但係冇好過。等一日發夢，依家你手已發黃土啦，都要填住歌詞。咁但係點解要等發夢嘅時候先去捏你嘅手咧？但如果你覺得依家呢隻手已經發黃土，咁應該要做嘅，都當然要得到對方同意先。咁你就應該喺度得到對方同意，俾你揸一揸牽手嗰個路上出發咯，係嘛？即係唔使等發夢，發夢嗰啲假嘅，咁樣幾冇趣咧。I'm only responsible for my words, not your understanding。嗱，呢個咧就有少少唔夠敷衍氣。你明明你嘅嘢，總之我就係咁講啦。咁又係要負能量，又唔係咁好。Wave after wave, slowly drifting。嗱呢個咧，我自己亦都覺得，即係好似話隨緣啦。但咁樣係太消極，即係咁 wave after wave， 咁啊即係從波逐流啦。啊，咁係唔夠嘅，我哋要有覺察能力，我哋要做到自己嘅。主人想要永無止境，需要就可以好簡單。咁食飯係想要定需要咧？係需要嘅。嗱，如果我哋都了解食飯係需要嘅，因為我哋需要透過食飯去維持我哋嘅生命，我哋嘅身體健康。如果以後大家食飯都只係知道係需要係維持我身體健康嘅，即只要有得食，你好開心。你再唔好去斤斤計較，好命啊，平定過嘅，但我可以打幾耐腦嘅，即係你唔會再去嘥嗰啲時間，就係去食飯之前跟住哇抄落，但係聽 open voice 仲有啲咩網站？有啲人投票，哇！嗰間好好食啊！咁於是咧就通常嗰啲好旺又好好食又抵嗰啲咧就冇得靚位咁，於是你就去排隊啦。咁通常嗰啲鋪頭都係玻璃噶嘛，遮住，咁你喺度望，普通會食完飯就唔好傾偈啦，讓張台出嚟啦。咁結果等咗個幾鐘頭，餓到肚都埋，又要食啦。咁通常入去食嘅時候咧，呢一類鋪頭上菜好快嘅。咁然後咧，你一食完，你冇第二樣嘢落口，你冇開打嘅落口。咁於是你就話：，咁啱錯啊！啱啱先食完，傾多句都得啩，使唔使咁快咁去走啊？嗱，當你喺個門外，你有呢個睇法，你入咗去之後，你有呢個就係覺察力唔夠強，為咗。去食一餐你覺得好食嘅，而咁樣食法，埋一兩個鐘頭隊，然後等食完之後俾人趕走。咁仲有咧，仲有就中間嗰個過程啦。我成日都講過程係重要嘅，即係如果你講個過程
雖然等咗咁耐，但我入到去之後，我係放下一切嘅雜念，我就專心去食。咁你真係嘗到100% 嘅美味，但係好可惜，我哋唔係擺喺現代人。現代人就係我咁難得入到你呢度食，佢嗰碟餸咧唔係第一件事，梗係手機食先啦。食咗之後，我唔會即刻放低嘅喎，因為我咁難得喺度食到嘢，梗係 upload 上 Facebook 啦。upload 上 Facebook 之後，你都唔好專心食嘢喎，你開始食嘢，但係你眼一路望住個手機喎，點解仲會有人批嘅？係咪壞咗佢？然後又或者我要刺激下個收視率先，又要搞多啲嘢，結果你係由頭到尾你都唔知自己食緊乜，不過你啲朋友知。因為佢喺呢個 Facebook 嗰度睇到佢食緊乜，咁所以即係話，如果我哋知道嗰樣嘢係需要，然後我哋去做咗，其實係好簡單。譬如，而家我呢一身打扮就係、是、係需要，因為我喺個出街，一定要俾人哋知道我喺個出街。咁我需要嘅咧就只係呢件衫，咁唔使諗著咩衫。但係想要就當你哋每一日出門口，你用咗幾多時間去揀衫去襯色一個嘅嘢？你平時喺生活上用咗幾多時間要去買衫？即係我哋唔使咯。所以將想要嘅嘢簡化變成需要，你只係做需要做嘅嘢，你嘅生活就簡單，你就自在開心好多。好似呢一張相，嗰幾條錦鯉，我一埋我呢個相機光低，佢淨係有嘢食。咁啊，衝曬上嚟又鬆爭，又剩咁開隔離嗰個。但係結果我根本唔係俾餵嘢食俾佢哋，咁佢所有嘅爭鬥、衝突、鬆爭，全部係都係白費功夫。咁其實我哋平時好多時都會講，都會係白費功夫喺啲無謂嘅事情上。知足常樂啊 ，be wanted as versus be needed， 咁啊都啱啊。知足常樂，好啱啱人嘅人嘅悲劇在於無法自性嘅慾望，而人嘅動力都來自於想要。更苦嘅慾望，但係如果你咁樣嘅，你咁嘅動力係來自想要更好慾望咧，會變成壓力嘅。所以即係話，因為你有個目的，你執著咗嗰個目的，就會咁。所以人係人，點係你？冇嘢講。A man is a leader in his life, the rest is just to show off. 咁又唔係嘅，所以其實係 A man is a leader in his life。其實呢個咧就係 positive 嘅。咁 the rest is just to show off。咁呢個就變咗 negative 嘅，即係話前面本來好地地嘅，加多句就多咗。To live。唔係等於 to survive， 呢個其實係啱嘅，因為生活唔係淨係為咗生存。啊，呢個講緊啦，想要愛需要愛，人人都需要愛，但係唔好想要愛，因為你需要愛，而你又肯去愛人，個愛係你自己嚟，唔使你去想要。第一個踏入嘅城門都只是另一個圍城。咁其實呢個圍城，即係話，當你踏入咗就係另外一個圍，即係你冇出路啦，即係圍咗。咁其實如果你嗰、那個，你嗰、那個國勢唔夠嘅話，你就算跳出咗呢個圍城，又喺另外一個圍城中間。咁所以呢一個咧，係一定改變個諗法。
智能電話嘅人需要啦。如果唔係咁冇智能電話嘅人，會被 isolate 啦，會被資訊欺凌啦。定義上嗰時需要上要是複雜嘅，因為人欺凌嘅人生活於社會當中。嗱，咁我可以答佢咧，就係唔係呢條咁嘅人係冇用智能電話嘅。你啊，我好開心啊，因為近年即係近一年我好寂寞，每一次問有邊個冇用智能電話就得我一隻手嘅啦。咁你點解唔用智能電話？覺得冇需要啊！呢個係緊要。啊 ，OK。啊 ，OK。我都有嗌名，但我唔係用智能手機嗰種，因為我眼睛係上到網，有 WiFi 嘅地方先上到網，就唔係手提電話嗰種入網時間上到網。所以係選擇性，我需要上網嘅時候我就用，唔需要就唔用。咁所以都係有個自主。咁所以咧，我係冇被拉出嚟嘅，亦都冇俾人用資訊欺凌嘅，因為欺凌唔到我，我都冇用，咁啊欺凌唔到啊。好，一每一個字積落去，單。善一善食一條友，就不堪其憂而也不改其惡。呢個就係阿五子個弟子顏緣。咁即係佢淨係知道自己嘅需要係乜嘢，就唔係俾個想要帶住走。OK， 嗱，因為時間嘅關係，我其實就準備得太豐富，因為大家嗰個回應係非常之豐富，咁所以咧，我哋將所有嘅理學擺曬落去，然後同大家分享。咁我依家睇下咧，都仲有好多張係未講完嘅。咁但係我就想睇下呢度，因為大家一場嚟到都想傾下偈嘅，咁不如我哋就跳過換張相嚟到。過去已經過去，未來未到來，真正的生命就是在當下。咁不如我哋把握當下，過去咗，即係嗰啲同學有啲咩回憶，嗰啲已經過去啦。未來咧就係話，究竟完咗呢度之後，大家個腦裏面頭先我會諗，大家喺度食飯嘅咧，有啊，咁呢個未來唔好諗住。而家不如我哋就喺當下有啲咩問題，或者有啲咩分享，大家傾下偈，咁仲好啦，係嘛？因為好難得嘅機會。好，有威啊！喺上邊，喺上邊。呢度幾好喎！仲有上邊有啲舉手，然後跟住下邊舉手，有上邊舉手，咁樣同學就會有一個互動嘅機會。
係不停咁樣，我係一個好困難嘅女人。我現在咧係要乜嘢用乜嘢，除咗金錢之外，我係要乜嘢用乜嘢。就呢個人咧係好喜歡多人，所以原來咧，我本身係一個基督教徒嚟嘅，十幾年，但屋企發生咗一件好大嘅事。喺呢一個咁嘅交流嘅狀況，我嘅小學同學，佢介紹咗我一個叫神慈聖會。我認識咗呢樣嘢之後，發覺原來天主教引導我去識呢樣嘢，而呢個會佢亦都話俾我聽，原來佢咩嘅宗教咧都有去聽到嘅，而我想唔想再講宗教呢樣嘢，然後咧所有宗教根本都係有多少嘢嘅，就係去參拜，要做好事。要奉獻同埋即係獻金啦，同埋幫人。最緊要呢樣嘢就幫人呢樣嘢，正正就係今日講我5點鐘嚟到，啱啱你講嘅時候講嘢，你話要個人嘅思路咧係要正能量，真嘅。我現在做嘅嘢全部都係我心出發嘅，唔係話我幫完人，跟住我希望我回報翻嚟啲咩嘢，唔得，唔可以。他就跟我說，你不要忘記他，你只是很多人，一直在幫人就可以了。我初頭是的，我心裡有住希望一年一年，但是不需要。OK， 其實不是這樣的，不過一會兒我們再談。好啊，好。有沒有其他同學？好的。真係下面先，下面先再上落去。多數人，係咪多好多人？你哋敢舉手？
你哋會識手機。點講？即係你好彩都唔係好普遍嘅，不過可能同呢度嘅年齡層有啲關嘅。因為有啲人真係同我講過，佢全部揀完曬瞓覺之後，咁瞓咗落牀，橫掂未瞓著，不如攞個手機嚟碌幾下，咁又要安個鐘。但我明知道第二日要一早起身翻工，但係就忍唔住，咁又冇辦法，所以分段用好重要。所以在影像的時候，你就不要被其他東西去干擾了。用手機、用相機、用什麼單反所有的全部分別。這個是沒錯的，是了有幾分鐘都是很好的，但是你看看你的電影，我真的沒有想到，我沒有的。其實重點千萬不要影的時候覺得說我這張照片得靚，那張照片不靚，這張照片 Facebook 有50個 like， 這個張照片最多30個，你依然都是想多了。在影相的當下就是我有一個感覺，我想記錄了它，就是這樣的，就沒有其他想法了。其實呢，最近有一個議員有人大過了，他就很著力在中學教育方面。咁我最近一次見到佢，佢就話：你快啲買翻個智能手機嚟影相啦！我點解？就因為咧，我好想你可以入學校同啲中學生分享你嘅事蹟。但係因為你都係用相機影嘅，咁嗰啲學生會覺得好親切啊。所以咧，如果你同佢哋一樣都係用個 iPhone 去影相嘅話，咁就有偈傾啦。咁其實呢一類即係建議我用智能手機嘅建議係聽咗好多，甚至係有好多誘惑，又或者係夾硬嚟添。即係點解咧？就係、是、因為有啲嘅狀況咧，就係話你快啲用智能手機啦。點解？因為佢好想隨時揾到我。咁我話唔使啦，我送俾你啦。咁我話我而家咧。用緊，即係我當時其實打出打入嗰個月費唔知失業，我嗰陣時係試過30幾蚊嘅，咁後屘加到50幾蚊，咁於是咧我就將因為識得有人喺電話公司做，就將我密碼變咗落張儲值卡度。咁儲值卡咧，我如果一出門咧，我就0月費，原來都有2.5個月一個月。咁我話哇，咁好慳喎，佢話我幫你加埋月費。跟住我話：你有多件嘢，我唔想擁有咁多。佢話：嗱，我唔係你擁有嘅，我唔係送俾你，係我嘅，都唔借俾你。跟住咧就第二日就佢個秘書打俾我：阿林生叫我買部機俾你，你要咩色啊？有金色、有銀色、有綠色。我一路都話唔使啦，唔使啦。咁跟住講到佢最近就話又見到我，佢話：我唔係唔裝啊，你要咩色啊？我想說銀色的人實在對他現在家人，如果我想說玫瑰金就好像有些花一樣，我想說銀色的人我不再認你了。我說等著我聽說，因為這個早幾個月之前我聽說 iPhone 7好像出緊的，現在買不是時候的，我不知道 iPhone 7是何時出的。於是呢，他說這樣就對了，於是我就立刻問 iPhone 7何時出，過幾個月出去喎，咁唔知道幾個月前嘅事。咁跟住咧，好彩咧，我最近喺網上見到啲資料咧，就話 iPhone 7個改進唔係好大，但 iPhone 8個改進大。咁呢個係同佢講，我聽講依樣嘢喎，你唔好擺住喎。咁啊，多啲時一時啦。亦都有一個係講攝影師嘅一個講座。
亦都講咗啦。但其實攝影時同普通攝影個分別係啲咧，咁攝影就係好時髦嘅攝影，就唔係話有一個亞視揸住架相機嘅現象，非常好唔同。但其實嗰個意思咧，所謂時嘅攝影方法就係話喺適當嘅時候咁快。但那個不重要，你不要把我構圖什麼金三角比率光圈法度所有這些東西你放低了，當然要很熟之外就可以放低，但現在因為現在用手機又好用傻瓜機又好，它其實可以幫你決定這些東西，你不用自己說，你總之就是當時覺得有一個廣告你拎起了想要現在以前這樣看和你這樣看有不同感覺，好似睇一張相咁，咁你可以自己試下移動一下，你覺得誒呢個時候最好，咁啊咁。咁有陣時經過咧，一啲料啱啱個光同影之間嘅組合係好靚嘅。咁你眼一秒再過嚟已經唔同咗，你嗰個時候最先，好似我頭嗰張海鷗喺前面飛過，就係喺適當嘅時候咁快就 OK。係。小期候你已經分享下你的底光了，一定會的，我一直看著個鐘好，先閉上這位置。其實沒什麼分別的，因為我自從其實我出街之前咧，已經開始禪修嘅。咁啊，直至到出街之後就係 full time 咁樣禪修。咁啊，學咗即係師傅有教一啲禪修嘅方法咁。咁但係咧，我就覺得好難嘅，即係好想做得好好，又成日俾師傅鬧做得唔好。咁總之咧，就覺得好難。但係後來，我才發覺了原來在攝影上面我有一些領會是跟攝影一樣，我當時我曾經跟一個朋友分享，即是那個又是攝影的，我跟他分享為什麼我攝影可以做到但是攝影可以做不到，他就說請問你拍了幾個照片，我說都四十多年咁你成長咗幾年？咁我表跟師傅嘅成長咗幾年啫。佢話你幾廿年嘅經驗，幾年嘅經驗點去比？佢但係咧，唔係等於你要成長翻幾廿年先至可以體會到攝影嗰種感覺。佢不過你都要需要多一啲嘅時間去練習，提升咗自己嘅構造能力之後，我就可以將嗰啲嘢上通。咁其實而家有好多嘢我可以喺攝影嘅經驗裏面去幫我喺禪修嗰方面係有幫助。咁其實攝影嗰方面嘅嘢就係我頭先講嘅其中一樣，就係最高嘅攝影技術就係忘記咗啲元素。咁其實原來禪修就係咁樣，就係你唔好下下要諗住我一定要有一個安靜嘅環境，或者係我要喺一個高山上面，啲環同步都分唔開嘅。咁然後咧，我肚餓嘅時候係出去摘山果食嘅啫。我飽渴嘅時候就係攞個熱有啲露水咁樣飲嘅啫。然後咧，我就一路長期喺個山窿裏邊咁打坐，然後頭頂會出煙，有個地會升高嘅咁。即係呢啲全部係幻想嚟。所以其實原來真真正正的禪修是你不要刻意，你只是自然地去令到自己的身心平衡，原來已經做到，我們一起試一下。怎樣去令自己身心平衡，就是首先我們要個身體平衡先。剛才有講過，就是說需要一定要方便步行雙腿這樣，就是不是需要，但我們要首先個身體平衡，身體平衡第一樣就是我們坐直，但挨平凳你就不直的，所以身體有不同的地方會有不同的負擔。
所以咧，繞個頭平行嘅話，譬如話咁耷低頭咧，其實個頸同背脊都個肌肉係要用力去平衡。所以點樣可以令到個平衡咧？就係令到佢啱啱好放喺個位置，係入好向前，好向下，好向左，好向右，咁就唔使力啦。咁嘅原因要做到咁，首先我哋嘅身體要直接，因為如果你嘅身體彎，就已經係本身已經係有負擔，所以個身體係坐直。然後兩隻腳咧，我哋首先咧就平放喺地下，平放喺地下咧就係同個膊頭一樣嘅寬度，因為你擘得太大，跌得太大都唔平衡。咁啊，我哋平放，然後兩隻手咧就好輕鬆咁樣就放喺大髀或者膝頭，就好輕鬆放喺度。然後感覺一下自己個身體，你可以幻想嘅呢個，就係好似有人將你個頭向上掹起啊！因為你咁樣，你個身體先係坐直。因為有啲人佢習慣咗個頭背，佢覺得咁樣已經坐直嘅，所以咧你要感覺一下咁樣坐直。然後咧隻眼咧就向前下方45度。嗱，呢個角度咧，你隻眼係最舒服，因為同望咁你都要睇嘢啦。但係前下方45度嘅嗰個係完全唔使用。然後你可以試下合埋眼。咁我建議咧，就如果有戴眼鏡嘅咧，可以除咗佢。咁嗰個你就更加輕鬆，但係放喺個安全嘅地方，即係你唔會轉個頭，你要坐咗落嚟。好，跟住咧，我哋覺察一下自己個身體有冇放鬆。如果你個膊頭好緊，你試下用力縮起個外頭，再放翻低。咁樣你就會鬆咗啦。跟住咧，再調整一下坐姿，有冇特別邊一個部位邊度嘅肌肉係收緊？因為有啲人坐直嘅話，佢係用力撐條腰啦，咁亦都係緊張咗，盡量令到自己係放鬆。合埋眼之後咧，喺視覺方面嘅干擾就冇咗啦。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試下將我嘅注意力放喺呼吸。因為有好多人係唔覺得自己呼吸緊，但係原來可以正常地呼吸已經好值得感恩。當你曾經傷風咳嗽哮喘諸如此類嘅呼吸道疾病發生嘅時候，你會好渴望自己能夠正常呼吸。你會覺得，如果我可以正常地呼吸就好啦。所以當呢一刻，你覺察到自己可以正常地呼吸，你就應該要有一種感恩嘅心，覺得真係好啦。呢個就係令到你內心正能量增加嘅一種方法。原來只係覺察。我可以咁樣呼吸，已經可以有正能量。呼吸嘅時候，覺察一下個空氣係透過鼻孔進入肺部，再滑到腹部。用腹部呼吸嘅原因係我哋可以吸入更多嘅氧氣。通常我哋喺焦慮、恐懼、情緒生氣嘅時候，係會用胸部呼吸去吸出嘅。但係當我哋好平靜或者係瞓緊覺嘅時候，就一定係用腹部呼吸。所以我哋有陣時聽到話，當你好緊張嘅時候，深呼吸3下。
當你想發脾氣嘅時候，深呼吸三下，其實就係呢個方法。喺你覺察自己呼吸嘅時候，你同時會覺察到自己好多嘢啊，例如一陣間會喺度食嘢，例如我要坐幾耐架，會唔會坐成個鐘間？你會有好多唔同嘅嘢啊，但係嗰啲係未來嘅嘢，你可能都會諗翻起你之前有類似嘅經驗。又有一頂叫以後一樣嘅面像，嗰啲都係過去嘅嘢。我哋而家練習喺翻呢個當下，呢個當下就係你嘅一呼吸一呼一吸之間。有嘢諗，甚至係俾你嘅念頭帶走咗，都唔係問題。唔好責怪自己，唔好壓制啲念頭，唔好企圖趕走啲念頭。你只係知道有念頭，每一次你諗多咗，你俾念頭帶走咗，只需要知道。跟住翻返嚟個呼吸。如果你喺一分鐘之內俾念頭帶咗咗60次，唔係代表你失敗咗60次，而係代表你成功地練習咗60次覺察。所以唔好覺得自己練習唔到，唔好覺得自己冇用，咁多嘢話，應該係話俾自己聽，我而家係因為練習緊，好。而家慢慢擘翻大眼，咁咪有戴眼鏡嘅就戴翻眼鏡。大家知唔知頭先坐咗幾耐？原來已經坐咗10分鐘。好，就係咁簡單。咁頭先覺得嗰10分鐘裏面啊，都幾舒服啊，都幾平靜啦，整佢曬。覺得嗰10分鐘裏面個心好亂嘅，請舉手。係有人會嘅，因為嗰啲人係平時覺得自己有好多嘢諗，但係喺呢一下佢好唔習慣，咁就所以覺得佢要掙扎，啊唔好再諗，啊唔要諗，咁所以就會覺心好亂。咁即係話大家原來都好有潛修嘅潛質。咁我會建議大家咧，試一試，就係話由今晚開始，臨瞓覺之前坐一陣，你喺個床邊或者可以張椅子，任何地方你坐一陣都得。咁我建議咧就係大約5至10分鐘。咁你由5分鐘開始，然後第二朝瞓醒之後，可能你如果唔係話好急去廁所咧，你淨一瞓醒你就坐。咁你可以咧就喺張牀度，即係揾個鋪上揾埋枕頭，晾一晾自己嘅屁股咁樣坐，又或者你將只腳放喺牀邊，又坐喺個牀邊，又或者你個牀旁邊有張凳，有啲嘢可以坐嘅，咁就一瞓醒就起身坐，由10分鐘開始，即係10至15分鐘。咁你夜晚5分鐘，朝頭早10分鐘，即係呢個係最短嘅開始。的時候，如果你可以由今晚開始3個月連續不斷，我嗰句口號叫寧可短不可斷，因為咧好多時
你會坐咗一段時間之後，有一晚你發咗陣夢，咦，幾多打咗？你可能會話俾自己聽，聽日先。而係聽日嘅時候，哇，都會有啲攰，聽日先咯。咁你就斷啦，你就唔會繼續。所以咧，你無論就算你瞓咗陣牀，你知道自己唔記得咗，但係你都坐翻起身，坐就係練習翻幾分鐘。但其實佢最大好處咧，就係瞓覺之前，我哋通常都會去上網睇戲啊、睇電視啊、睇報紙啊。而家好少人睇報紙啊，睇手機啊，或者係最多。你嗰陣時你攰你瞓覺咧，其實個腦都係好緊，係唔容易瞓著，亦都就算瞓著會好多夢快。所以咁樣坐一坐之後，你瞓咧係容易瞓好多。個睡眠質素你保障，咁仲有就係第二朝起身，咁通常瞓醒係鬆鬆鬆鬆，但係如果打咗一陣之後，你再擘大眼，你個人係清醒精神好多。咁我而家咧就喺度開一張資料，就係話3個月之後，如果你由今晚開始連續呢3個月都冇斷過，一早一晚打咗，就係5至10分鐘。如果你喺3個月之後，你覺得自己完全冇任何變化咧，翻嚟諗點都得。嗱，我呢個好有信心，因為我試過。嗱，當然我最大嘅信心就係冇人堅持到3個月嘅。咁但係其實中間係有人，有人曾經堅持，未到3個月，佢哋已經同我講話有變化，係覺得自己諗嘢。係唔同咗，佢個脾氣又收斂咗，好多嘢改變。但係你千祈唔好去 expect 3日之後就有改變。但係我自己嘅經驗咧就係，我亦都睇好多人嘅經驗，3個禮拜就已經開始感覺到。嗱，所以呢一張支票係交到大家手上，即係你翻會唔會翻嚟兑現咧？咁啊睇下。超過曬時間，唔會答到我嘅。